九周年的惊喜你发现了吗？9月25日抖音音乐会等你来听。抖音你好，我是华晨宇。2014年，我第一次站上了更大的舞台，开始了我的热爱。这一年，我写了很多歌，左右脑的共鸣，让那些一闪而过的火花变成了现实。梦想离我越来越近，我从未停下脚步。出道5周年的万人大合唱，让我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音乐的力量。它把很多人聚在一起，让每个人参与其中。所以，这不是终点，这是新的起点。我尝试放慢了脚步，新的节奏让我走出了舒适圈，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。过往的、未来的、流行的、古典的，它们可以同时出现，让乐器旋律、歌声交织在一起。2022年，一起来听《火星乐章》。